我们的团队由淡江大学南洋校园的四名台湾籍学生及三名印尼籍学生组成。目前我们设定公司总部位于台湾宜兰县礁溪乡，主打服务礁溪乡的家庭及小型企业。Bybio 是一个生产环保沼气并且注重永续及绿能发展的社会企业。Bybio Gas， 购买沼气的意思。现今生活当中，我们制造很多的厨余浪费，所以我们觉得提供一种传统瓦斯的替代品，由发酵厨余产生的天然沼气。我们也通过两种实验，用气球及排水机器法收集气体后做燃烧实验，证实沼气是可行的。以永续的概念和负起社会责任的方式来经营企业，我们的沼气也将相对传统瓦斯便宜，以支持家庭主妇和小型企业为主。收集气体的同时，也收集我们的副产品有机液态肥料，将会以便宜的价格贩卖给自家耕种的小农，对人体、土地都更为环保的肥料。